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饶舌歌手的八卦？都要找大把钞票抽大把，跟法拉利成八将，酒都互相大发，每天卖来卖去说要打架，手要抓着胯下感觉超狂热。为什么都要戴帽子？根本分不出谁是谁。位置杯子杯子位置锤子磊是锤子位置钻金米碎。说到饶舌歌，我只有听过子曰。对，到底谁是 AKA？ 还有一个叫做 B 的，也有很多作品，反正都因为专业虾米不酸米不要米都欢迎，充满欢迎。而上期的传闻的产生，男生都爱上飙车，但女生都爱上海。跳个跳度跟我较量较量，看你压的那些货真价真变正常，我当然让你遭殃遭殃。管你双截棍、狼牙棒、双面刃，压的钱我让你折腾，尝尝我的八卦掌。One two three，coming at you like a bomb， 必须张无忌。心痛十八般武艺，我的 beat 没实力，还要养得意。上台忘的是忘的像个字，像的忘的意，拜徒弟。看了拜多拜多，能否拜师傅？我拜师傅的心结，为什么那么多白痴还不理解？有功夫无懦夫，没功夫就练啊，没功夫还怎么架势？到台北人。到底你喜欢嘻哈还是你喜欢中国有嘻哈？喜欢讲嘻哈还喜欢讲？你有 freestyle 吗？嘻哈夸破了天，跑去讲说来自中国台湾，当时抢的像哈。人人有功力八卦掌。Yo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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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。